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ADC 一分钟 Tips and Tricks 的教学。在第一集呢，我会讲一些技巧是关于 SQL 的。Who needs a map? 哇，那第一集呢，我要教大家的技巧呢，就是叫做 Wall Block。那是什么呢？就是要等你的敌人呢走近墙壁的时候，好像现在那只 NE 那样，你会见到呢他右手边是墙，然后呢他又得回一个方向可以避你的接 Q。那呢你要射的位置就是我现在圈住那个位置，那你射中、你射那个位置的时候，由于 Andy 只得一个方向避，那一下你是不可能，即是 Andy 是不可能避到你的 skill shot。 好了，那第二样要讲的就是叫做 turret block， 那就是利用塔和墙之间那个空隙去射中人，那你见到人家 Andy， 即是好像这个 video 见到叫 Andy 下去，你一射下去就一定中。咁其实咁样利用 wall block 同埋 turret block 咧，就会令到你喺 skill shot 上面系会有少少 advantage。哇，咁呢集咧就系咁多，咁喺下一个 episode 再见大家。